变成那个动画，现在要试试看，从档案管理员进去找资料夹，找到自己存入的档案，按两下。现在音效的就已经试过了，可以了。它会处理这个影片。那要怎么变成动画呢？不能变动画吗？没有办法变动画了。没有办法变动画了。要变动画这么难呢、啊？哎呀，什么程式才能够变动画出来？不支援呢？是串流呢？串流影音档。没有办法了，要做个动画这么困难，你看串流影档，没有办法做事情了，没有办法。